中国的春运开始过后，过多人因为买唔到火车票，也算巴士的车票，归去呢归去学多拜归故乡。不过安尼去呢，差唔多系去台湾返岛，甚至会去两岛哦。加上路况唔好，又安海呢，因人的归乡路真经过辛苦。东兴街的温泉猫，韩国有品质的速溶诶，恭喜大公乡亚美西亚各位起点奥多拜，而对广东佛山贵多萝卜，亚神大班韩国亚台东兴台东兴街的奥多拜，一定会想到进入西亚猫的注意。火车票东南买又唔想买黄牛票，体会顺丰大公的面孔，先车去奥多拜总公司，用贵的萝卜卡，一到内地路也难行，路长桥呢七八百公里，也呢路要上千公里，司机东东眼高，有股嘛速度出唔出。这样的话，那司机大概能够省多少钱啊？兄弟，当土的寒流低度，他人的随意带下有一双红色的小小桶，细小的生人的夹在阿爸阿妹肚哦，他人很多的表，生人都当奶奶的。没有。你说他一路上都在骂你啊？是啊，他说太冷了，这个天气。他想怎么样？他的意思想坐那个大中巴，那个叫暖和。由那一年做的上下一两张年的工钱，当年嘛要看眼的，以往上多的钱做的嘛一起登录好专业，下家新闻总下报头。